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限量珍藏版，每个如金子般的时刻不可轻不虚。限量版的人生就是要过得有意思。限量版我看你都听到声音了。生活就像爆米花，温度刚好的时候总会有自己的爆点。马路哥，有爆点的生活都是折腾出来的，一手折腾自己美貌如花，一手折腾柴米油盐热气腾腾。在热气腾腾的生活里，尝遍酸甜苦辣后，我依然还差个苦脸。我的初恋就是我自己，不断解锁新鲜玩法。这个是冰水期的大脑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修得一只任何时代打不破的铁饭碗。Hello， 小兄弟们，直播开始啦！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款新年开运灯。分享就是我的兴趣变现指南。指南？哪个难字？人生在世讲乜嘢难？来都来了，那就痛快淋漓的爱一场。那些一起走过的路，一同做过的梦，都会一点一点的丰富我们的人生。成为更优秀的自己，扮美这一世美好光景，做好每一件事，爱到天荒地老，活出无悔模样。这一生全力以赴，为人间值得，值得和心中所有的美好撞个满怀。我们在安利做创客。